我叫谭玉梅，在中国进出口银行上班。今年26了。我叫杜雨佳，在沃尔玛上班，今年32岁，平时爱好打篮球，打游戏，陪我老婆逛街，让我老婆欺负我。本来呢，三年前我就应该跟我老公认识，但是三年前我的女朋友把我介绍给他的时候，他拒绝了。从朝阳到丰台太远了，所以他那个女朋友把他介绍给我的时候啊，我第一反应不行，我得找个离家近的，所以就把他给拒绝了。去年的时候，我女朋友又一次把我介绍给他，他答应了，我们才见的面。但之前这件事情我不知道，所以当我知道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好像上当了，我好像亏了，然后我心里特别特别的不平衡。然后呢，等他女朋友两年后再找我的时候，说介绍给我女孩的，我也一开始不知道是他。后来到那次他知道的时候，我也是才知道的。然后他就不行，这事他就记着，说得记我一辈子。我跟我老公结婚以后，我想先去喜欢的地方去玩一圈，然后呢吃吃榴莲，逛逛街，去吃我没有吃过的小吃，再就是希望生个健康的宝宝。咱俩领证那天，你从出家门你就哭，一直到咱俩领完证之后你还哭，我觉得吧，我一直在问你，你是不是不愿意嫁给我？其实我知道你心里头是高兴的，所以你高兴，我也高兴。你放心，我会让你这辈子继续高兴下去，一直高兴下去，让你感到幸福。在这期间，我遇到好多困难，他呢都能一直在我旁边，就陪着我，帮我把这些事情解决了吧。就我还是挺感动的，还挺感谢他的。